你们一样笑啊，让我们笑啊，好不好？我们一个一个啊，请我们的主持人朋友跟我们现场朋友打招呼好了。我想很难得哦，我们综艺三国志的周晨晨很大一趴来到现场，我们高雄朋友期待非常的久，所以我想一个一个跟现场的朋友们打声招呼来。好评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个新任的关主黄好评，我现在已经越来越融入进去了，希望大家不要再叫我离开三国志了，谢谢。真的，阿班子你副业很多呢，你脱口秀了哈，你这样子跑来跑去，你叫我们综艺三国志怎么办？主要是主业没有做好，所以要有很多副业。主业没有做好，是不是少爷哥讲话的？开到豆哥，他现在也有餐厅的东西啊。可是说到豆哥，你那个饮料店，我这样子都喝不到，有一点伤心。你们有吗？还有吗？对不起，我跳太高，对不起，对不起。Cindy 啊，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回去会不会看节目的重播或者是一些画面？当然会啊。会吗？那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画面呢、啊？对你来讲有一点不友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每一次他们在玩游戏都有点太 over， 你们在玩游戏真的很可怕。然后他们就很喜欢 tag 旁边，有没有？然后每次看到 tag 被取到那个画面，就是很惊讶的状态。对，他整个嘴巴张开，你有发现吗 ？OK 了，真的有认真看着你，哇，帅不帅？好帅！一片嘴巴张开，帅不帅？帅，那你可以现场嘴巴张开让大家拍一下吧。你真的很好 Q 哎。好，那丰田。好，观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丰田。哦，丰田帅。哦，帅帅帅，我的帅给你爱心。他又在做效果的啊！你现在我觉得不太像日本人了，你现在根本就台湾人的啊。那也很好啊。那也很好，对不对？随时入境随时。哦，哎呦，有变成日本人了，又变日本人，好，丰田丰田一哥。嗨，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毅。耶，李毅哥。哎呦，你要听到郑丽龙的欢呼声啊！果然那个发钱发值得。成为暖男之后，感受到那么多少女对你的爱戴，你有没有很喜欢来到现场的感觉？我其实不管是哪里，我觉得只要是收看综艺三国志，我都很喜欢。真的哈、哦，一哥帅不帅？帅！即便结了婚，有了小孩，每天都在晒幸福，还是很帅，对不对？对。接下来，玛丽。好，小朋友大家好，我是玛丽。已经是除了广播女神的话，已经变金曲女神了耶！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这个团体里头有一种就是只要站出来，人家就会让你的感觉？还是没有？他们下手都没在客气的。没有啊，好啊，都是 Linda。所以会不会有人现场跟你讲说，哦，好心疼你被欺负的感觉，来打？没有，他们都打得很狠。真的很狠，我是家暴，声音小到爆炸。哦，没有啊，都就是在节目上大家蛮狠的，但私底下对我都蛮好的啊，真的贴心，暖男。所以那个什么那种游戏啊，然后抽到什么屁股对屁股啊，或大腿对大腿要挤出去的时候，他们也没在客气。那些游戏都他自己设计，主要是他可以舔，他很开心。不会有，你是说他所有在现场上面我们看到的那个镜头，他说很享受，那是真的很享受。单身九年有这种机会，真的他是真的吗？十年了。你是说享受跟大豆哥屁股对屁股退出去，有吗？只要是男生他都，只要是男的可以出去。下一位，下一位，连一个。帅！大家好，我是连一个。好了，连一个，我会请花花来到你们的旁边。花姐。因为我这样子看看，我都会觉得你们是那个综艺三国志的 CP。怎么会？他真的有吸他的 P。来，立冬来了，来，中间来跟他聊一下，来跟大嫂烧一下，立冬。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立冬。牙周王啊，终于来到高雄。牙龈还好吗？因为我有去看那个牙周病的，现在已经诊断到了末期，不是快要这个治疗流程快要结束了。你真的在做治疗？我快要治好了。好聪明啊！所以你真的有牙周病？有很多那个朋友一直私讯给我，到底进度怎么样？每天都要我拍那我的牙周的照片给他看，他们才睡得着。你这样子，很多女孩跟你接吻这件事情，你知道会破灭，你知道吗？对，因为他们有一阵子都不太敢跟我讲话，真的，因为他们说牙周病是会传染的，不会车上流通，真的传染。
我们说明一下。我是读商院的，所以我不知道。我没有读这个部分。好了，刚才没有请花花跟现场的朋友，花姐。大家好，我是花花。好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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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的心声，这样。花花，你这样子不会有一点那个人格错乱吗？我早就有人格错乱。给现场观众看一下，花花的腿是不是真的？对，怎么样？走个秀，尖叫声。美不美？美。好美啊，好美啊！脸小不小？我跟你讲，就尽情享受这种梨花的感觉，好不好？开心好。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好，小哈。好啊！小花，你的衣服的颜色为什么都不一样？是冒牌的哦。对啊。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这件是比较特别一点哦，因为我这个是就是我用血还有汗把它染成这个颜色。大家都知道我玩游戏非常认真。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只是我们而已。好了，其实是因为我太胖，做不到衣服。开心了吗？要用完了。他真的真还假的？真的真的。因为他的衣服。你跟大家讲，你这个是几什么 size？ 我这个是7XL， 7XL 啦。现场有人穿过 7XL？ 我没有，这个买一双鞋跟连身裙的。如果有时候需要，我可以送给你们哦。你说用血跟汗呢？对啊，臭骚。哎，你是不是刚有喝一些台啤啊？你好嗨哦。我又看到你们，你们在笑，我想说是，真的就是要这样的态度，非常好。这不是纳豆哥？哎，是大家好，我是纳豆。高雄啦，这太开心了。那今天这下雨天，大家可以聚在这边这样去看的，太感动了一点，是开心的，好不好？我们在节目上辛苦就值得了 ，OK？ 耶！ Yeah! Yeah! 我真的觉得纳豆哥本人真的是好可爱哦。啊，电视上怎么了吗？电视上很丑，是不是？土豪哥还是觉得你们那个身材的比例跟头的比例有点特别。对，我是三头身啊，然后站在小号旁边看起来特别小气。对对对。谢谢大豆哥，来少宇哥。高雄朋友的热情在哪里？其实我们今天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是很少有机会跟所有的人都到齐，而且下到南部来跟大家见面。大家开不开心？好不好？以后你们要多高雄的朋友要多支持，我们才会有多的机会能够来这边跟大家见面。对啊，但是拜托你不要开金口，你昨天说麻烦给我们个好天气，结果下大雨又打大雷。这应该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小聪哥的问题。我打到破。谁的问题？我们每次那个小钟来录影都会下大，每次都小钟应该偷偷来高雄。对你们来讲，这个雨啊，这个雷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因为每次你们到外头去，其实刮风、打雷、下雨，你们还是很奋力的在玩游戏嘛。对，我们一直想改回棚内节目，但是一直没有申请成功。我觉得你这一辈子都不要想这样。当然，这一生我是非常的开心，因为今年呢已经是3周年了。在我们每一年，其实这个三国志都会到各地去举办见面会，跟大家来做见面嘛。那么在第2周年的时候，那时候在台中，其实有跟大家来报告说，哎，好像是第2年有出外景到国外去做取景，对不对？有。对。2周年的时候，我们去到韩国去做了2周年的这个特别企划。对，那今年是3周年，我想也是一个非常具指标性的一年哦。所以在今年，你们也要出外景了，对不对？所以呢，现场的朋友们，我们要祝福三国志到外景去头，可以带更好的节目来到我们台湾，跟大家来做见面。但更重要的是，要让大家猜猜。猜你们3周年要到哪里去出外景？好，在这边抢先发布就对了。对对对，高雄场一定要，好不好？告诉大家，而且在大淋雨啊，这样的天气下来还来看我们，所以呢，我们要麻烦秀伟哥、豆哥、花姐还有立冬往前一步。他们猜对了，会不会有奖品？猜对了，就是奖品，就是锁定台视频道，礼拜6晚上8点收看。三国志，果然是没有彩排，这个没有奖品了，只有成就感。但大家希不希望我们出国？希不希望？希望。对啊，其实我们每一年哦，就是要想这个出国的计划，其实都想破头，因为要凑大家的时间，其实蛮难的。但这一次去的地方，我相信大家也会很
喜欢也会很好奇，对，又比韩国更远的。对，而且我们刚才说没有礼物，其实是有礼物了，因为你们身上的这一件真的是完全就是三国志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性的代表。所以待会儿呢，我们要做什么游戏？哎呦，就是要让大家猜一猜，想不想要？这个衣服是完全没有贩卖的，是，而且都签名的。你们全部人签名在上面。对，我是觉得你们如果全部穿过一轮的话，那就原味的。小哈穿过可能就不能再穿。小哈穿过就变成，它颜色会变成粉红色，都撑太开。所以待会我们要请我们的四位主持人来帮我们做一个比手画脚，好不好？一人一个字，比出来，比出来之后呢，请现场的朋友猜，待会最后会选出一位来回答，然后送给他 T 恤，这样 OK 吗？好，可以。你要分配好了，一个人一个字哦，好了。随便比哦，但是话不能说出来，好不好？谁先来？你先来。我是先来，你先来。你先来。来一个字，你第一个字，你趴下，趴下，太像了，来，骑上去，是对下。第一个字就这样子。有没有看到？第一个字又在提了，完了，没发现吗？第一个都有没有？笑到六，好不好？放心，不要讲出来哦。有一个国家是用钱当开头的，奇亚。好，来第三个字，花姐。需要可以动作，不要，我一个人可以啊。你们不要把它说出来，我刚才是听到我太菜了，去。对，本来我们就是想。对，来再来最后一个字，压轴精华。流血，来了，流血。什么再大声一点！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接好！哎呦！而且他不能得到高八度再讲哎。是。好，这是第一场游戏。没错，我们要去马来西亚了。开心马来西亚！接下来我们第二场游戏呢，还是要邀请我们的现场朋友跟我们的这个主持群来做互动哦。所以呢，待会儿会有游戏，要麻烦每一个艺人。每个主持人帮我挑一位，好，挑一位哦，一人挑一位，我挑大佛，这么多，有，我们先让 setting 一下，来，各位朋友们，要挑一个，上来跟你 PK 玩游戏，好，所以我们一个人挑一个，好，平均，性质该软的吃啦，我最软，看有谁要跟我玩，那边有一位弟弟。真的有一弟弟躲在后面，我最喜欢照顾边缘人了。同理心。谁？哎呦，他搞笑怎么的？请你给他挑。好，来上来之后，那位白帽子站在我们主持人的后方，哎 ，Kitty 帮我挑一位。Kitty 挑一下。挑一位。哦，还有那个跑马灯哦，对啊，他写土队是 Kitty。好，来，哪一个？他是不是来请上台？请在后面哦，来。好，谁想要跟我玩？不一定是我的朋友啊。你刚才在拿搞笑怎么扇子的？那个上面的扇子，拿搞笑怎么扇子啊？好，来，玛丽。老大的金蛋。那左边有没有想玩的？玛丽这边有人呼唤你。玛丽这里，这里有人在大叫，露出。还有雄性激素在呼喊。可以再叫一次吗，那位大哥？哦，行啊，玛丽，满满的男性荷尔蒙。哇，好了，一哥，他选了这边的，所以一哥你要选哪边？我想要选后面一点的，好了，好来，机会，
后面的也有，后面有人对，后面哦，你看看。还是 cos 洞里面的，好吧？好，这是你，红雨伞。哎，你啦。红雨伞，这是你啦。你啦，你啦。在我们挑选金玉选妃之前，我们要请那个站在上面的，就是站在那个台子上面下来啊，有一点危险，所以我们主办单位提醒大家不要站在上头，也不要爬上去，帮我下来，好不好？下来，对对对，今天先拿雨伞的，在站在后面旁边的那个台子上面的，都请帮我下来。谢谢啦，因为有一点危险，你知道吗？哈，拜托你了，谢谢了。你可以不要再讲话吗？拜托，买了绿灯。谢谢你。好。来，绿灯，绿灯，加油，老师。绿灯。大家好，那就你了，请你挡。哦，就是你嘛。好，来，一生是把人家拆散。谁选一哥选好了吗？一哥。选好了。啊，上台了吗？上台了吗？来，请上台哦。对，好，小哈。我谁要跟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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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好一点的。弟弟呀，头发弄够。他可是弟弟是淋雨，我们是淋山淋湿。来，不要再淋雨了。现在你突然淋得很有型哎。啊，不要脸！靠自己的力量，他上舞台。好，这个淋雨哥。林哥，哎，来陈哥来，好，那个拿那个相机的狗仔来，狗仔是狗仔，就你来，大宝，来，来请上台，瓜姐，立来，又得戏了，又得戏，喜欢游戏，哎，好凶，好凶，大豆哥，小豆哥，好，我们三个玩的来 ，play 一下 ，play 一下。啊，对啊，对啊！我们想跟大家玩的，十二封点的嘞。哦，专门抢人家粉丝，抢粉丝，上一位，最后一位谁？大手，有一堆人梦想就是跟少爷哥玩游戏。他给，哎，我知道北欧。小心！你可以等一下，再爬到那个上面去给我看吧，你们那么会爬。耶！那我们挑好了，对不对？来，待会呢，我们要分组来做游戏，然后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其实就是请十位观众朋友跟我们的这个主持群，我们要用拐杖糖把桌上的糖果勾起来放杯子里面，所以你的 partner 就是跟你做 PK， 但是重点是我们到最后其实是统计所有粉丝的挑出来的那个糖果数，看谁最多，他的礼物他可以自己挑。但是他所有参加的朋友也都有礼物。OK， 交给你们。好，那艺人朋友其实就是陪玩，当然，因为我比较有经验。对，所以来第一批，我们邀请王少伟，还有纳豆，我们往前一步。来，再来跟两组，两组一起。所以我们的桌子有要往前抬吗？好，没错，我们往前抬。好，我们我们让他们玩。好，那我们两组一起哈，两组一起哦。好，所以我们第一组少伟哥还有纳豆哥来 ，OK， 好，所以呢，我们就让拐杖糖呢去挑糖果起来。之前好像玩过哈。哎。Teddy， 你是说 Teddy 的水上功夫比较厉害是不是 ？Teddy 是蛮有练习啊。韩国子，昨天在家里有练习。你有练习这种游戏，还可以练习。妈妈不在。好，准备好了，来哦。没有人罩你的。啊，不要吵架啦！吵架的哦，他们吵架会内讧。我们说这些人哦，我们没有好过，我们都是这样吵吵闹闹。表面上的和气，只有家人之间才会这样吵架。好，那种假好的我们看太多，我们是真的。啊，不是假好，是不是？越认真的在撇清这件事情，越假。对，我们没有，你要哪个位置？来，你选。好，来哦，来哦，来呗。好。哎，我们是跟他 PK 来的，对，你们只是陪玩。我们陪玩。好。还是来陪玩哦。还是要一起挑，用牙齿，用牙齿咬的。陪完了，我要不要说明一下？我来说明一下，简单来讲就是每一个人呢要用你的拐杖糖，有没有？用嘴巴挑你的拐杖糖，然后再把桌子上的糖果这样子挑起来，再放进去，勾进去这样，然后不能用手。对，不能用手，只能用嘴巴，只用嘴巴。然后，因为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是陪玩，所以基本上呢，其实你可以给他们多一点，有没有？开玩笑，这样不够的话，你们要随时补上。好不好？随时补上哦哈！你如果要帮忙的话，我是也没意见啦。你也知道我们就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嘛哈！来哦，你们每个位伙伴第
一组上一组还有纳豆哥，我们在一定的时间内30秒里头恭喜最多糖果的朋友就是第一名了，所以要请工作人员来帮我记哦。好，来预备，准备好了来哦，来哦，哇，少伟哥开始策略教学了，要输小朋友，策略教学，太经学会了，纳豆哥呈现一个棒，没有，我已经预备好了，开始。30秒的时间。滴滴滴，还有滴滴滴滴，所以慢。请问一下，王少伟，你是不用吗？王少伟完全没有在玩。王少伟，你到底是在玩？王少伟，快点，用鼻子玩一下吧。你们那个勾起来的那个顺，那个方向要注意。哎，拿过来干嘛？滴滴勾错，我们有在跟比赛啊。滴滴勾错了，示范。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演好。可是我现在进去看一下。29秒37。29秒。哎哦，真的哦，再差点，王少伟他妈交了，10秒时间，时间到，好快，太快了吧！少伟哥，你为什么要影响小孩子玩？我看起来你好像在教他，但你在害他。教了，是不是至少一个？我很认真教他，你很认真教，你有帮忙吗？我没有帮忙，我跟他讲怎么弄哎。好，欺负小朋友，不要吵架。你今年几岁？大学10岁，我们以前也10岁过啊，奇怪。再给他10秒钟啊！来下一对。拒绝了，有礼物了，立冬还有玛丽。好，来，来，立冬还有玛丽，来哦。好，玛丽先找到你是国家的人不容易。哎，等一下，刚刚我要换吧，他要换一根了，我们刚刚咬过了，不好意思，咬过了，咬过的。啊，我怎么知道哪一根咬过？这个是没有被咬的，这个是没有被咬的，这两个是绝对没被咬，这也没有被咬。对，然后这咬过自己留。好来，艺人我看就在旁边，主持人就在旁边加油。对啊，我们帮他们。对啊，我们给他们一些策略。哇，你看刚才纳豆哥自己玩得很开心。我在旁边用我的身教言教在讲，还是可以帮他们弄啊。好啦，不行。要帮他们在最前面就不公平了。好了，预备，对不对？来，第二批准备好。你也塞得太夸张了吧？稍，这什么东西？不能，这是已经在港口了。对啊，你我们还在岸上，你船已经要入港了。对啊，对啊，要公平嘛。好不好？要过程的，来。我们很严格的。好了，因为前面人比过了。好了，预备，来，准备好吗？好。准备好策略了吗？好了，预备，来开始30秒。加油！加油！加油！不是，不是要几分，是30秒谁最多根。好，我们先沉醉在一根的喜悦。OK， 好，目前最高分是2根。2根了。来第三组，第三组有办法3P 吗？花花，我说三位，花姐、你哥还有豪平，说出来好吗？你看，像我们就是在旁边教他们，对，也可以。好，可以啊，三个，来，我们帮他们活动。哇，越来越多人了，4个也没问题的。好，来，热到一点，这个用过的，这个是勾起来是没有吃的吧？对不对？对，没有吃的，没有。那这个放一边就可以。好，来，我们棒棒糖够不够啊？啊，这边就是，来，用这个。好，你们现在开始教学哦。好，很简单，把它弄到边边，啊，有一根出来就把它勾起来。哇，花姐你好认真，你看真教哎，你真的，快点。好，什么方法？小哈你跳下去，看一下。啊？哇，这一哥是有认真。他们这一组好像好真的。来，好，来了，差不多可以了，来了。抽的有时间不能太久了，预备，30秒开始，加油加油！好像对，哇，你专业，快点，大腿，哎，怎么脚是这样，呈现一个，哇，下一个，第三位，哦，哎呦，哦，一根的，他脚是这样子交叉的往下，哎，这是你，好有厉害，小妹妹，哇哇，那个厉害，而且对。哇，队友跟他完全相反的，一点都不会，好强哦，好强啊，3分，哇，新伟没说，叫什么名字？下次录影可不可以请你来现场？抢棒，他今年高一喽，你的妈妈是不是叫芒果？你
这个蛮够解的。你其实前一天也有练习吧？哇，好厉害哦！花姐的策略很厉害耶，真的有交有差耶，都前三。但我们这一组表现的都不错，是有三个主力的，一组比一组厉害，一组比一组厉害。跟我们录影一样啊，前面棒次都是试验而已啊。真的，好了好了，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竞赛，来来，不公平的竞赛，一哥，再来，找他。我是来来来来来来来。小朋友再不会感冒吗？我们要多赢哦！看小朋友厉害了哦！小浩，别答应我，不要输啊！水男孩，水男孩，我们已经好了，我们已经好了。好，来哦！一根在干嘛？哇塞，一根想要一次两根的方式。哦，哇，你这样不行的、啊。哎、欸，你的粉丝还没完，对不对？对对，开始了吗？对，刚没关系，待会再一起。跟谁？好。最后一批跟风蝶先比。好。好，来、哦，等一下要等计时哦。好了，交的差不多了，可以喽。来哦，大伙看不下去，你们怎么这样玩？来哦，预备，三十秒哦。来哦，预备备，预备备，可以了，可以了，来哦，快点去，快点去，快点，还快点去，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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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好了，预备，开始！开始！哎呦，我哟，哎，先把它全部移到旁边，咬的那根自己拿，哎，你表现得很棒，真的厉害，你很厉害。我们现在第一名，我们现在有可以上班了，真的。来来来来来，我的这个是第四棒来着，哎，等下突破重围，现在都三根。来来来，第四棒，来来来，最后一组，咬到四根就基本四根就赢了啦，四根就赢了啦，四根，那你勾子勾子，又要在策略教学一下，还是现在已经不用了。好难得这种场面，不是我拿扫帚。三组，三组，来，丰田天地，还有你一哥的。哦，三组了。对，三组，三组哦，来，你的粉丝，粉丝，三组哦，丰田，来哦，来哦，丰田那边也要棒棒糖哦。哎，四根，可以吗？来，准备好吗？我觉得大家现在开始会抄袭喽。来喽。靠实力的，就是会财产权。这组应该会最快哦，哈！今天来了四个，今天来四个，经验的累积。破四哦，来要破四哦，来预备呗。来，准备好了吗？可以了，好了，不用特别教学的啦。好，预备，四根就赢了，三十秒，四根就赢了，先多，对，先多，来开始了，很难呐，你不要给人家压力。我这很强，这中华队第四棒。哦，太小了。哎，加油啊！在啊，没有教，没有教好啊！往下勾，往下勾，有啊！你这个勾，快加油！这边两根啊，对，两根啊，勾勾，光点还勾勾勾勾，二一，看的，哦，演员很不会教哎，可是他肚子一直想吃，不要生气，吃不要吵架，你从哪里看得出来他肚子饿？没有，那你看起来我像肚子饿吗？不像，那就好。好，来，刚才三根对三根的那个，来三比三的，请站出来。哎呦，有三根的，三根的，三根的，好 PK 哦，这里这里，三根。来主持群，主持的游戏好了，你们要 PK 还是要猜拳？要 PK 哦，要 PK 要猜拳。猜拳的，那我们两个要不要退出？要不要退？他是每一个，好，不管了，你们两个退，快点，摇头布，倒数，倒数，摇头布，
来了，赢的你可以把棒棒糖都拿回来。这一把赢的你把棒棒糖全部都拿回来。一血看看。你还在旁边。小松够整要全部都给你。好，那个小哈，他每次开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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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的吧，麻烦帮我往前一下。来，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们有四个礼物，你挑一下，你要小熊，还是要还是要抱枕？哎呦，还是要纸圈？还是要伞？哎、欸，怎么有雨伞？还有雨伞？我都没有。抱枕，抱枕好可爱哦、喔！这个伞很好哎、欸啊，我要伞啊！伞也不错，伞马上伞，哎，太闪了！打开给他们看一下，打开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怕亏钱，怕亏钱，太好了，怕亏钱，太好了，怕亏钱，来看一下，我金牛，你好，你好。快点，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哦，恭喜我拿到奖，那其他的粉丝朋友也可以拿到一份礼物，所以接下来，我们第二个，我们第二个，你要什么？从接下来，接下来我要抽签的，抱枕，抱枕，我们一个一个抽，好，抱枕，来一个抱枕，要不要给他们先选？每一个的粉丝朋友，他们三个可以选的，每一个粉丝朋友先选的，他们两个先选，好好好，他们要猜拳，抱枕，抱枕，他要抱枕。还要抱枕吗？还要直接抱枕？好，抱枕送。好，抱枕还送啊！前三名可以选，对对对，还要抱枕，还送，还要纸圈，还有垫背。小二，抱枕我们手上今天留的是哇，还有马卡龙，好棒哦！哎呦，你要什么？好棒哦！还要抱枕，还要抱枕，抱枕啊！还是要 T 恤？来，都要 T 恤吗？有 T 恤，抱枕，抱枕，还要抱枕，还要抱枕。你说什么？你要什么？不行，恭喜！好了，好了，换 T 恤，换 T 恤。不好意思，我们要换 T 恤，我们。选男孩想要换成 T 恤，啊，换 T 恤。哈哈哈哈哈！你把 T 恤拿出来，这样子。哎，你穿上啦，你穿上好不好？穿上，你变成他们一个主持群。啊，那接下来是用抽签，你直接加入了，直接用抽签，其他用抽签。来，我们的抽签袋。其他要抽的。好，抽签的同时，我们顺便来穿一下 T 恤好了。可以穿起来，因为你这个淋湿。穿起来。好，要抽的，要好的，哇哇哇哇！哇，你又有梦想，小飞鹤，那又有位胜利之夜，哇！本期特别来宾，哇哇！特别来宾，耶！哇！小飞，小飞，不要把他丢出去哦！啊，你小孩长得好快！好，来，我们一个来抽，来，朋友帮我抽，来，然后帮我跟。工作人员直接搬好了，请粉丝搬。好，直接几号？好，来，三号，来来来，三号，来，还没有抽的，来帮我抽。三号，来抽一个，来来，谢谢各位。抽了吗？抽一下，抽一下，抽到去那边拿奖。你拿了两张。来，这边几号？好，来，来，来，可以。还有你要去抽，七号，所以你要去抽。来，还有没有没有来？你这边六号，好，来，不用抽，这边是七号哦。不要拿太多张哈。几号？还有没有没拿到的？没抽到，我七号，对不对？好，来，都拿了，都拿了。七号在哪？十号，这边有二号，来，拿个二号。七号嘞？十号、八号、九号、十号有没有？七号、十号。六跟九拿错了。哦，拿错了。一样东西嘞。十号，来，名次，来来，什么东西？有了，都有。哇，你赚到了。怎么有两个十号？主持人，还有我们的粉丝，往中间靠，我们大合照一张好吗？好，来来来来来来，都是该有多的，多的再去给他好。高的直接往后退。这个给他好，我们把桌子往后撤啊，是不是？好，哎，我们到前面，到前面啊。来来来，哇，太棒了，太棒了！哎，雨变小了，哦，这边这边这边，耶！往后退，来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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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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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话，我们让粉丝朋友往前站，来，风平过来，可以的话，好，然后粉丝朋友可以的话，帮我稍微蹲一点点，稍微聚拢一下，那你可以稍微半蹲一点点的，然后把你的礼物推出来，好，来，谢谢大家，合照一下，来，不要不要不要，好，再往前，好，往前看喽，来。好，再来一点，再来一点。来，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好，好，好，对，对，对，好，往前看，三二一，耶 ，Happy 三啦，三国志了，来，三一二三，三周年，耶，谢谢。跟小小兵的手指头是一样。好，也谢谢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那么以及我们的主持群朋友们，在舞台上不要动，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好。
好，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大合照，大合照，主持群的大合照。麦克风要收吗？还是要背对粉丝吗？要吗？背对粉丝嘛。好，来，请背对粉丝。好，现场的朋友们，可以的话，你手上有礼物的、有牌子的、有任何东西的，好不好？有伞的也可以，举高高。好，然后三国是我们今年三周年，我们要前进马来西亚，所以麻烦你把伞比出来哦。现场的粉丝朋友，把你的伞也借给我了。好，来啊，来来来，走，举高，举高，举伞，我们的朋友们。好，来，现场朋友们，我们现场进行的就是台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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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六晚上八点钟，综艺三国志。好，来啊，来，后面的朋友们，帮我们背。综艺三国志，三耶，再招综艺三国志，三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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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住，挡住吗？好，挡住桌子，桌子，对，挡住桌子。好，啊，像他们那样也可以啊，把它往侧拍好了，往侧。哎，需不需要我帮忙来？好，来，我们综艺三国志的主持群要做一个大合照喽，来。好，今天还有一个，好，一二三，谢谢。好，现在要单拍，所以我们麻烦豆哥还有少伟哥，豆哥少伟哥一起做合照。好，豆哥少伟哥。电子访问的部分，好，来，我们主持群朋友稍微帮我们靠近一点。